四根庄，我们来了。接下来这个有很多的比赛考试，这种都是我们要送学生推荐给大的，不是很大困难，但也不是一个很小的东西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今天是我们蒲公英啪啪照第二集。今天我们来到石金匠达多玛稻田，来，可不可以秀一下达多玛稻田？达多玛，达多玛要给什么？达多玛蒙眼戳稻谷，把谷变成米。蒙眼打稻谷，据达多玛说，每到晚上的时候，他们就会灌进100毫升的海水，对吧，达多玛？海水100毫升。大家看看这个稻田翩翩起舞的风，都是达多玛从远处的风车吹过来的。请达多玛说，来节目，请看这边，这些乌鸦都是达多玛的家产。对啊。